对，这个玩家是吧？很严格，现在是被人家从啊全时间到了。我哋要做好个人防蚊措施，要防蚊传播疾病。小心。带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前总统马德拉病逝，终年95岁。Our nation has lost its greatest son. Our people have lost their son. 马德拉离世，南非举国伤痛。总统祖玛话会为佢举行国葬。大党嘅建议建立全新嘅慈善组织注册制度，同时加强善款运用嘅透明度。睇齐正能啦！本港再多一个人感染 H7N9 禽流感，患者系一个长居深圳嘅香港人，现时情况稳定。卫生防护中心话，未知道患者有冇喺内地接触过家禽，正系追踪佢嘅感染途径。感染 H7N9 嘅男病人夜晚由屯门医院转送去玛嘉烈医院，而家情况稳定。呢个80岁嘅男病人长期居住深圳，本身有糖尿病。他同另外3个屋企人喺今个星期二下昼一齐由深圳湾口岸过关，搭的士到屯门医院复诊，因为心肺有问题，要入住内科病房。最初冇发烧，亦都冇发炎。到咗星期五嘅朝早发烧，由于佢屋企喺深圳，医护人员即刻安排佢进行快速测试，并且安排佢入住隔离病房。直至到啱啱测试结果证实佢受到 H7N9 病毒感染。卫生防护中心界定个案为外地传入，因为病人逗留喺香港嘅期间冇接触过禽鸟，但到底病人有冇喺外地接触过家禽，中心就话未知。我哋仍然了解緊佢之前有冇接觸禽鳥，過往嘅個案大部分咧都係有接觸禽鳥啊，去過家禽市場嘅。暫時我哋睇唔到呢個病人咧有接觸過一啲確診嘅個案，所以我哋喺呢個階段係無從，即係冇任何證據可以去推測話呢個可能係人傳人。中心已經通報內地當局跟進同埋追蹤患者嘅屋企人。而陪病人嚟香港嘅三个屋企人目前喺深圳，暂时冇病征。卫生防护中心希望尽快揾到喺深圳湾口岸接载过患者嘅的士司机，并且会追踪同患者同房嘅另外两个病人。而屯门医院嘅医护人员亦都要接受流行病学观察。虽然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两个个案，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两宗个案冇关联，未有需要提高流感应变级别。星期一，本港確診首宗人類感染 H7N9 個案，一個住在屯門的印傭到過深圳湯雞之後受感染，他仍然在瑪麗醫院留醫，情況有好轉，無需用人工肺協助呼吸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志恩報道。另外，浙江再多一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，目前病情危重，患者是一個30歲的男人，是浙江安吉人，星期四確診感染 H7N9， 現在在杭州一間醫院留醫。浙江入秋以嚟已經有5宗確診病例。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病逝，終年95歲。對呢一位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嘅人權鬥士離世，現任總統祖瑪形容南非人民失去咗偉大嘅爸爸。南非下星期日會為佢舉行國葬。Our beloved Nelson Rodrigo Mandela, the founding president.Of our democratic nation has departed. Our nation has lost its greatest son. Our people have lost a father. 人民的淚水，傷痛失去呢位為佢哋取得自由嘅勇士。There's someone that I'm sad, but at the same time, I think he's had his part in life.人民的歌舞颂扬呢位前总统不分对国家的贡献。I have fought the very firmly against white revolution. I have fought very firmly against left revolution. I cherish
the idea of a new South Africa, where all South Africans are equal. 推動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嘅偉人嚟到最後一程。下星期二喺約翰內斯堡，佢最後公開露面嘅運動場舉行公開追悼儀式，多國領袖都會出席。其後三日俾公眾瞻仰遺容，喺曼德拉宣誓就職總統嘅比勒陀利納政府大樓舉行，在揚空軍以中遺體翻家鄉管路俾親人悼念。到當地下星期日落葬，多國領袖向佢最後送別。正午陽光最温暖嘅時候，入土為安，長眠喺已故親人嘅旁邊。同樣係自己國家第一位黑人總統，美國總統奧巴馬形容世界失去一個最具影響力嘅領袖。He achieved more than could be expected of any man. I'm one of the countless millions who drew inspiration from Nelson Mandela's life. 白宮同埋美國政府建築都下半旗致哀。英國首相卡梅倫就認為曼德拉是英雄，影響全世界無數的人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南非發言電，表示將會永遠銘記曼德拉為人類進步事業所作出的貢獻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讚揚曼德拉是追求公義的巨人。安理會成員國在開會期間亦都放低彼此的分歧，為致力推動平等的曼德拉默哀。無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。曼德拉帶領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，走向多元種族的民主制度，是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政治家之一。我們一起回顧他的事蹟。種族隔離主義而努力的曼德拉出生於南非一個皇族部落，雖然自小被指定是酋長繼承人，但他就選擇以民族解放作為一生目標。1948年，南非法聯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，並決心鎮壓反政府示威者，曼德拉領導武力抗爭運動，但就換來長達27年的勞役生涯。1962年，他被當局以煽動等罪名判監5年，兩年後再因為企圖推翻政府罪名被判終身監禁，在羅本島監獄的採石場做苦工，受盡折磨。1988年，曼德拉70歲生日，英美等多名歌手以歌聲向曼德拉致敬，並世人再次關注這位獄中的民權鬥士。2年之後，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之下，終於釋放曼德拉，並宣布廢除種族隔離政策。曼德拉一生夢想終於如願以償。他之後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並在1994年南非首次不分種族的選舉中成為南非總統。Will you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say for healthy God, for healthy God? 5年總統任期中，他沒有向南非白人施以報復，反而伸出友誼之手，推行種族和解，成功製造彩虹之國。總統任期屆滿之後，他選擇不再競逐，反而熱心公益事務，致力解決艾滋病問題。但近年曼德拉因為肺部感染，多次入院接受治療，已甚少公開露面。他兩個女最近入稟法院提出訴訟，爭奪曼德拉的財產，被批評嚴重損害曼德拉的聲譽。不過曼德拉爭取民主自由，永不放棄精神，對南非以至全球依然影響深遠。It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ope and truth that we have faith of our people。無線電視記者莫雪瓊報導。你先休息一陣，翻嚟仲有報導。聯合港澳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，會長彭帥協下對政改諮詢的討論將會隔目旁睇關注研究。政府在月底推出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更加反映同市民健康的關係。
華東有冇埋天氣惡化，上海天氣質素指標突破400，已經嚴重污染程度。